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今天是绿化和花萌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的《末日模组生存》的第五期视频啦。那么上期视频的时候呢，我做出了一种食品啊，叫做短跑运动员食品啊。这个东西的话呢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啊，就吃了之后可以提升自己的速度啊，还可以提升自己的跳跃高度，这个比较好的一种食品。吃了这个东西之后，我们去探险啊，会有一个新的收获，因为我们跑的速度快嘛。那么这边就不多说了，今天我跟花萌依旧去选择探下险，而且这个天呢今天是黑的啊。那我们先回家睡个觉吧，花萌，走 ，Let's go。然后我们家的食品不是很多了啊，而且这个子弹呢也不是很多了，到时候我们要去收集一下这个食品以及武器。那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帐篷啊，刚才也是幻梦教我的一个方法啊。那我帐篷里面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盒子，还有一个灯，哎，那有怎么把这个灯和盒子放进去呢？大家只要拿一颗箱子，右键一下这个帐篷，哎，这个帐篷里面就可以放进去一颗箱子。那我们这边只要按下右键，点一下这个箱子，可以看到啊，这个帐篷里面就可以放很多很多的东西啊，一个箱子就相当于被扩展了一下，所以说这个帐篷还是很好用的啊，平时拿来在野外生存还是不错的，看到没有啊？你只要点一下这个箱子，看到没有，它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容量啊。然后这边的话点一下灯，哎，灯它的话就是我也不知道可以干嘛，是吧？这个灯的话之前我是放在这边的话吧，现在把它移到这里了。我就说怎么睡不了觉，天都亮了睡个鸡鸡。哦，天亮了，这是早晨是吧？那行，我们可以今天出去探险了。那我们这边的话开一个光影啊，最逼真光影。 OK， 那我们可以出发了，快猛走 Let's go。 那你需要要一个短跑运动员的食品吗？可以可以，我没有速度了。好，那今天我们朝哪个方向去探险，花猫？你觉得呢？你觉得像我们就朝这个地方吧，就正前方。哎呀，正前方，跑的又跑得回来。你都往后面，我们今天往正前方。那好吧，我也要吃一个这个短跑运动员食品。好，我们有四分钟的速度效果啊，我们慢点跑啊。不过前面的话有僵尸的话，记得躲一下啊，你千万不要比我死得快啊。手里拿着枪准备好，见到僵尸就开枪。哎呦我去，差点掉洞里了。见到僵尸咱们就开枪打他。这个、啊，真的是好。那我们现在直接开跑啊。那我如果咱们俩要是到了，如果咱们俩要是走散了的话，那怎么办？你追上我的脚步啊！好 ，TP 也行，好，一直往前跑，看看前面有，哎，前面有一个城堡，我去这个城堡里看看。哦，城堡，你也找到了吗？你怎么跑这么快？哈哈，我的速度比你快，我比较强，渣渣。我看这个城堡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 AK47 啊这种强大的手枪啊，是吧？啊，看看有没有这种步枪。我们大概能跳四个高哎，小白。我只有一个鱼肉，天哪，好菜啊！你能跳四个高，那我应该也是可以跳四个高的，对吧？嗯，好，咱们继续往前跑啊，咱们俩可以不走在同一条路上，但是咱们俩应该分工啊合作，对吧？找到东西之后，咱们再、哦、有点卡了，我现在看不到你人了。哦，我知道你看不到我人，因为我现在已经跑得很远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城堡里面已经被我看过了，咱们俩是分开行动，看看能不能。摔死了，你可真菜，花木真的是啊，出师不利啊。而我这边的话呢，血量只有四格半了，大家都知道我每死一次我的血量就会少半格血，永久性不可恢复。我真的是非常生气，因为我这个半格血上期视频玩五格血呢，为什么现在只剩四格半了呢？因为在刚刚录视频之前啊，花木砍了我一刀把我砍死了，你说这个混蛋该不该死？我简直想一插死他，我真的是啊。好，那我继续找。不过花木现在只有阿莫只有四格血了，他显得他比我菜， 对吧？啊，渣子啊！好，那我继续往前。我忘了这个短跑运动员食品是不能没有防摔的，我靠！那你还蹦这么高？你真当你是超人啊？不是这虚无世界玩多了吗？我操！死要气。好，那我继续往前跑。不过这附近好像没有一些什么村庄啊，什么东西的，就我能找。而且今天也没有僵尸哎。对，今天没有僵尸，我没有开和平嘛，应该绝对没有开和平啊。现在是困难模式，因为在白天的话，可能比较少僵尸啊。如果遇到丧尸的话，我只要一枪就可以爆他的头。上期视频我甚至一枪爆了两个僵尸的头，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我的枪法高超，有没有很骚？我的天！好，咱们继续往前找。炮，阿莫，你现在应该找到你的装备了吧？没有迷路吧？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有那个死亡周边点。嗯，那就好。哦，前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？哇、哦，好多丧尸啊！不过不好意思，我也要去爆头探险。爆头哇，怪物猎人不错，厉害，牛逼啊！我的爆头伤害，哎，爆头一枪打死了两个。哎，这个亚麻是干嘛的？啊？亚麻是干什么用的？亚麻不清楚，看来应该是一下。亚麻应该是一种制作陷阱的一个东西啊，制作陷阱。帆布小刀，亚麻加小刀可以变成一个帆布。哦，可以做成船应该。哦，前面又有一个城堡，我看看那个城堡里面有没有什么宝贝步枪之类的东西。哦，前面有一个野生的那个帐篷，还有个篝火，漂亮。哦，不错，野生的，你看看那个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嗯，可以的。哦，我去看看这个城堡里有什么，这个城堡里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比较宝贝的东西，比如说枪，或者说啊，有一些什么强大的武器之类的。好，我翻进去看看啊，希望会有一个什么好的收获啊。哎，我去看你有没有绿宝石啊？有绿宝石可以跟这个露营者换东西。伏特加啊，宝石绿宝石是吗？嗯，
哇天哪，我想传送到你的身边，我有宝石，我身上有一颗绿宝石，就一颗。那你要不过来 看看能不能换个东西。一颗绿宝石可以换吗？好像有烤肉或者是锅。哦，可以换好烤肉和锅是吧？那咱就没有必要换了呀。烤肉有什么好吃的啊？咱可以做烧猪肉啊什么的吃嘛，对吧？烤肉不好吃。哎，对了，小凡，上次你那个留言底下有人说那个水瓶装起水烧一下可以喝，烧一下可以喝，你试试，你弄点玻璃看看能不能弄点水。我现在找不到玻璃、啊。好，那我在这边遇到沙子的话，我会顺便挖一下。OK， 这里有沙子。有人说可以用这种东西可以拿来喝，哎，我来试一下啊。因为大家都知道，烧一下沙子可以烧成玻璃，而三个玻璃的话呢，可以合成出一个水瓶，用水瓶可以装水啊。如果这个水的话，要是烧一下烧开了之后可以喝的话，那么只能说，哎，这个是挺好的，以后就再也不用去找那些饮料喝了，对吧？啊，不过就喝多了杀精，杀精，你怎么这么污？我的天哪，花梦，你太污了，知道吗？咱们屏幕前都是小朋友，你会把他们教坏的，兄弟。你知道这是日常常识好吗？我走，快跑啊！可乐杀精，僵尸，哎 ，what the fuck you 这么多？那至于幻梦刚才提到的可乐杀精这回事，真的向大家科普一下是真的哈、啊。所以说大家平时少喝点可乐，以前我也特别喜欢喝可乐，现在几乎不怎么喝了啊。所以说大家平时喝可乐的同时呢，记得少喝一点啊。对，因为可乐不是一个什么好的东西，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饮料哈、啊，哎，少喝一点比较好啊。这个哎，这个村庄里如果没有塞错的话，应该会有天哇，好多丧尸啊！天哪，差点咬到我。刚刚在我的身边，这丧尸多的一比，丑凡你那多少只？我这挺多的，这个村庄里面一般都有很多丧尸，丧尸应该已经把村民所全部都给感染了。我的天哪，太可怕了！我这密密麻麻起码30只，我去，消灭他们！加油，我相信你，也可以的。只有10颗子弹，10颗子弹，一枪一个。哇，又来30只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好可怕！我现在感到很可怕。大哥们错了呀。完了，花木，我要出事了！我已经开始渴了起来。哇，前面还有好多怪。我早就想出事了。好，我喝一瓶可乐。哎呀，天哪！看来我渴的不行了。只有喝瓶可乐才能杀精了，才能继续。操！这么说真的是，我现在身上还有伏特加，好像就没有其他的饮料了啊。刚才可乐和那个柠檬汽水都已经被我喝了。看来我身上现在只有酒才能啊来补充我的这个饥渴值了啊。等我、哦、饿了，该死！等我回家看看能不能烧开水喝啊。如果能喝开水的话，它比这些东西要好得多。啊，开水的话肯定是更棒了，对吧？啊，比这些饮料要强得多啊。好，那我继续往前跑。打开作弊了吗？什么？没有打开作弊啊？那我怎么传送回去啊？我这……你跑回去自杀也行。自杀？我等会儿 TP 你过来。我杀你得了，我靠 ！TP 你啊，好。我再看看周围有没有一些什么？哎，前面有几只猪，哎，这几个猪有必要把他们打死啊？好，我先把僵尸杀掉啊，因为这些僵尸的话是。啊，很烦人呢、啊。那这边拿出我的使剑，一刀一个，哎，小猪猪，靠，死，去死。好，那我这边的话有点卡，我觉得应该把光影关下。嗯 ，OK， 这个猪我就没有开光影。我丢掉，哦，你不会死了吧？没有，我的天哪，你死了就尴尬。我找到了一个遗迹，幻梦，非常大的遗迹。什么遗迹？我差点掉下去了，就是一个很大的矿坑，我要把你 TP 过来，行吗？刚才不小心走着差点掉坑里了，操，好骚啊！啊，幸亏我来了，来，我先把光影关掉，真的是骚的、我差点掉下去，我操！咱们只有4格血，这掉下去直接就扑街，我跟你说。我有办法哦、我没死。你带水了吗？我掉到水里了呀，我没死呀。哎、我也要掉水里。跳楼了！哎呀，妈的，我想一刀劈死你的！你别劈我，咱们有话好好说。我的天哪，掉下来了！天哪，我前面还有一个刷怪龙，那这是什么东西？可以采掘这个黑色的方块哦。这个黑色方块是一种矿石。这不就是我那个黑帽子的那个？对，幻梦头上戴了一个黑帽子啊，他这个黑帽子就用这种矿石做成的，跟铁差不多。这周围有没有什么好吃的？前面有一个这个刷怪龙，快把这个刷怪龙撸掉，幻梦。反正这里有盐，我先挖点盐，免得那个短跑运动员食物没法做。不是，这个盐不是用这个做的。哎，天哪！我这个刷怪龙为什么里面会射出很多的、射出很多的箭？那这个小白刷，他小白刷怪龙，那小白好像没有了，只能刷箭。哇哇哇！哎 ，what the fuck you！ 啊，恐怖！要死了！我日！哎，蜘蛛，日他！他妈的，拿枪崩他！妈的，崩他！漂亮！还是用血给我呀 ！What the fuck you！ 血他是不加血的，刚才我吃了血。加血的，他加的。不加，我都没加。小凡，你有吃的吗？小凡，你有吃的吗？有。幻梦就剩一滴血了，骚的一滴。我这时候再被人 A 一下，我就跪了。嗯，那这边的话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手枪现在是空的，对吧？那大家仔细听好这个音效，按下右键，按下 F。哎，哦，哎，好气啊！
然后我看一下这个 F 键啊，这个 F 键按一下，给它改成万也好。那我这边按一下 F 键，是不是冲突了？冲突了是不是？应该是冲突了吧？那我这边按一下万键。哎，不对啊！哎，怎么不加子弹？我的天，我身上是不是没有带弹夹？我这边已经带了一个 USP 的弹夹，但是为什么现在换不了？你肯定是按键冲突了，冲突了吧？不然的话不可能失效的。哦，这个子弹换不了了，这个就很可怕。好，已经把子弹换上了，咔嚓一声，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听到了，咔嚓一声，我的子弹就已经换装完毕。那我现在手里拿这个手枪又有子弹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前探发幻梦啊，看看前面有没有什么宝贝之类的。我在你头顶，我知道，我前面这个矿洞很大呀，看来你确定不挖点资源吗？比如说铁什么的，挖一点行？不，先不挖，咱们先往前面找，因为这个矿洞里面会有很多很多的箱子。这是什么矿？我的 heck and sick， 哒哒哒哒，幻梦这边啊！啊！我死了！我哎，丢你个不该！我靠！哪里？就他妈的！救命啊！我死了！回家！我要回家！妈妈！我要回家！妈咪呀！啊！宝宝，你先回个家，你先回个家！暂停！就那个，你用传送标的时候是暂停的。我不是暂停的，不是。等会儿，我听到了弓箭的声音，好可怕！我刚刚知道那个心是干嘛的了，吃了那个心之后可以补充自己的血量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加一格的，我就说是加血的，你还刚刚还。那幻梦，你在这边继续探险吧，这边怪有点多。那我现在只有回家去找一下资源，或者说去补充一下自己的能量了。我看看，等，就他妈的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黄金，快挖黄金，黄金交给你挖了。等会儿我传送到你的身边。那么我在这边去做几个这个什么东西啊，做几个这个玻璃啊，然后我来试一下。好多黄金啊，这里我来试一下，可不可以做出开水喝？如果有开水喝的话，以后我跟幻魔就不用担心被渴死了，对吧？这是好事。每次你渴死我就要砍你一刀，真的是好累的。放屁，真的是。好，那我试试啊，能不能烧开水喝啊？如果可以烧开水的话，以后就再也不用费功夫啊去找这些伏特加酒什么的喝了，喝开水才是最棒的嘛，对吧？我先喝一瓶伏特加。主要这个东西喝了之后会头晕，哇、哦，好恶心啊！不想喝酒啊，喝醉了。我是一根葱啊，站是一条龙，喝醉了酒我就要打醉拳。我是一根葱，站是一个龙。这葱就不要说了，真的是灵魂歌手，他妈的喝醉了就要耍酒疯啊！我喝醉了啊，以后不喝酒了。我知道你是葱，你不要这么解释。天哪，喝了酒好晕啊，就讨厌喝这个酒。不过这个酒可以救我的命啊啊，跟命比起来，我觉得还是醉一下比较好啊。不过我真的不怎么喜欢喝酒。好，那我这边的话可以做出点这个，哎，这盐有什么用啊？哎，盐能做饼干哎。对，盐哦，要不要吃饼干？行，我吃，带回来做着吃。那我这边可以把黄金啊，还有屎和厕纸罐装豆子给它放在家里啊。那我现在的话呢，可以去弄点这个开水喝啊，用这个瓶子去装点这个纯净水啊。花梦，你赶紧早点去挖点矿，等会儿我把你接回来，好吧？好，挖矿，我现在有9个黄金，12个铁矿，然后6个蓝色矿。嗯，不错。好，那我这边试试烧开水能不能烧开啊？这个如果开水真的能烧开的话。烧开个屁呀、啊！这根本不能喝，好吗，兄弟？这个根本不能喝。那你那位小粉成功的骗了我们俩啊！骗人啊！咱们小观众居然骗人，真是可恶啊！哎呦啊！不过这边的话，我可以看看这个游戏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开水壶这类的东西。可能这个小伙伴可能真的没有骗我们，只是这个游戏里有一些开水壶这类的东西我们没有发现呢。也许是这样啊，只是你智障而已，对吧？谁他妈智障？你这样会打你的。我的嘴巴有点干，你要渴了？我这什么东西啊？我这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！怎么了？你我操！我找到一个类似于核弹的东西，瞬间就爆炸了。爆炸了？你死了吗？没死吧？没死。哎！我不是我咋回来了？我不小心把你踢回来了。咱们刚才那个地方还能找得着吗？好像找不着了，是吧？怎么可能找得着啊？我靠！我靠！我为什么要踢你啊？我本来想把你踢，我把自己踢到你身边，结果这啊，你把我拽过来了。你真蠢，都是你的错。到底谁蠢呢、啊？你蠢！靠，真的是好气啊！那咱们继续去找东西吧。不过我们可以再做一点那个什么幻梦，就那个短跑运动员食品。我去那个什么，你还有鸡毛吗？我还有两个鸡毛，咱们可以再做两个短跑运动员食品，继续出去奔波，出去跑步。毛倒没了，毛没了。有，咱们有黄金，还有这个金糖，我们都可以做的。黄金我去烧一下。说到黄金，我还没烧呢。对，你手里已经挖了这么多黄金了，所以说我们还可以继续做短跑运动员食品，真的是。9个黄金够我们做一阵子了。对呀。好，那有了糖，哎，这个糖要加什么才可以做呢？我来看一下啊，这个糖，天哪噜，这个糖，哎，我们按下计件，哎，这个金糖，我去，这个不好看啊，
不过这边的话我可以点击一下糖，哎，糖的话可以做出哇冰淇淋啊，糖可以做成冰淇淋啊，可以的，应该很好，这个我喜欢。嗯，要不然咱们做两个冰淇淋吃，哎呀挺好的，哎，水瓶加糖再加一个碗，哎呀碗的话是用木头做，哇我们做一个这个什么吃吧，我刚看了一下这边不是，哎，还能做成锅，我的天哪，后面还可以做锅，我用锅可以煲汤喝，我貌似得渴死，等等我先喝瓶伏特加的，牛逼，嘿嘿嘿嘿嘿，哦，好晕啊！先做四个碗啊，做四个碗出来啊，碗的话放在底下啊。哎，等会儿我来看一下合成表啊。嗯，哇，碗加糖可以做成一碗糖水，应该是。那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哎，还放一个鸡蛋啊。幻梦，看来你是没有鸡蛋是吧？没有鸡蛋我就没法做成那个棉花糖了。我喝醉了，我来砍你一刀的。哦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你砍我一刀，我会死的很惨的，兄弟。不过我这里的话可以做出点那个什么东西啊。做出点糖，哎，金糖，金糖的话是要金粒啊，金粒的话我这里有很多黄金，哎，应该在家里啊。我没想到这个饼干这么简单，我去做，哇，这饼干好简单。好，你去做饼干，那我去做点用小麦就可以制作，哇。一二三四，好，那这边的话我就可以把糖做出金糖，哇，做出了十四个金糖的话呢，围成一圈我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个短跑运动员食品了，才两个呀，去，真的是好气啊，我只有两个羽毛啊，不过这两个短跑运动员食品我是不准备给黄梦吃了，我一个人吃，嘿嘿，不给黄梦吃。好，我接下来往前，我还准备给你饼干呢，我不吃你的饼干，不好吃的，对对对对，饼干不好吃，我喜欢吃巧克力，不给你吃啊。Fuck you！ 哦天哪，前面这有个村庄，不过这个村庄里看来是什么都没有啊，但是我可以看看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刷新一些战利品，因为有观众说这个箱子里的东西可以刷新。哎呀，完全，不是我们家附近还有村庄的，我都不知道。对啊，有村庄啊，但是没有任何卵用。都被我翻过了一遍，好多观众都说凡哥这个游戏里的东西它是可以刷新的，但是不知道究竟能不能刷新呢，可能不会刷新，铁匠铺肯定不能刷吧，铁匠铺能刷那就尴尬了。嗯，我来找找以前的房子它里面的装备有没有刷新，如果真的可以刷新的话那还真的奇了怪了啊，真的没有刷新啊，天哪撸，哦真的是好，哇，这么多的资源你都不收吗，这么多吃的，哪里有吃的，胡萝卜小麦这么多你都不收，哦，你说咱们家的地是吧？成熟了是吧？是咱们家的地，不是这些村庄里面，你都不来收割的吗？你来收瓜吧，啊，收瓜民脂民膏。听过鬼子进村吗？民脂民膏，你这个混蛋，收人家的家，啊！不过我这边跑得很快，我可以在短时间内就跑个几公里，不是啊。真刷新了，我靠，一瓶啤酒，一瓶橘子汽水，一个绷带止血，我靠，牛逼，可以刷新啊！天哪，我靠，那我再找找这些城堡里面，你确定这被你翻过吗？我好像翻过，好像没有翻过，我也不清楚，忘记了。啊，不过我可以，这个地方应该有些什么宝贝的，我看看这个城堡里。哇，抗生素，找到了一瓶抗生素，还有一个生鱼。真的会刷新呢，这看来。哎，感到很渴，我先喝瓶橘子，喝瓶伏特加的。哎呀，给我留点喝，我也要喝。好，前面还有一个村庄，这个地方应该是我没有来过。哦，这个不是村庄，这个地方是，看起来这个地方应该是我没有来过的地方。好，我来看一下这个城堡里有什么宝贝。一看到这些城堡我就兴奋。好，这边啥都没有，有一个绷带倒是啊，这个绷带可以止血，看来是可以让自己。我也拿到一个绷带，刚刚。哦天哪，摔得好痛啊！有绷带就好。那这边的话，我再找一下周围的这个城堡啊。哎，这个城堡应该没有来过啊。我们一个个的探险啊，不要急，一个个的来啊。好梦，你猜我今天能不能找到一把新枪？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枪啊，我是枪火。可以吧？我靠，今天好多丧尸，我是个狗，我看到了，呜、哦，丧尸，天哪！你咋了？我看到了这个城堡，呜、哦，又掉下来了，这个狗。小白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不缺吃的了，我现在食物土豪，不缺吃的了，不缺吃的。哎，我靠，手枪马卡洛夫，还有格洛克17，这枪真的是骚，我的天哪，两把手枪，花猫。不，这个聪明疯了，就聪明疯了，发财了，小他妈的，好，这两啊，哇，这里有个小房子，你翻过没？没有，我看一下这个房子里有什么。只有一瓶空的啤酒，看来这次收获不是很大。那这边还有一个房子，看看这个房子里会有一些什么啊？进去探险一下，看看里面会有些。这个房子里面是一个空的罐头酱菜，肯定被你翻过了。嗯，门开过，肯定不是我开的，你总不能是僵尸开的吧？对吧？我再看看你上期视频开的，这好像不一定啊。我怎么会到处翻东西呢？我去，我开始渴啊！呀，我天哪，掉洞里了，好吓人啊！好恐怖，我开始渴了起来，环保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，喝水了啊，伏特加，快救命啊，
哎呀，好渴！我只有瓶橘子汽水。啊，幸亏我现在我这边还有一瓶柠檬汽水，看来这个每次要渴的时候必须要有很多大量的水喝才行。天呐！而且家里附近有个村庄也不错，经常刷新点水的。嗯，我前面有一个堡垒，不过这个堡垒，我到这个堡垒之前一定不要被残体僵尸摸到。去你妹的，别摸我啊！这些残体僵尸真的很恐怖，他们的攻击力非常的高，好高的爆表。好，这个地方我还没有来过，我要上去看看会有一些什么。不过现在我喝醉酒真的是非常的苦恼啊，所以说不要开酒喝酒出行。好，这边得到了一瓶柠檬汽水啊，这个灌装面食我就不用带了，灌装面食它只是可以补充自己的饥饿值，我可以用胡萝卜来补充自己的饥饿值，所以说这个灌装面食对我来说用处就不是很大了。所以说那我就继续探险了。哦，前面还有一个小房子，小房子里面应该有些什么宝贝。哇，前面还有一个城堡，哎，天哪，今天的收获非常的大。不过现在我已经开始跑，我在搜刮这个村庄，跑得不快了。那我再吃一个短跑运动员食品啊，跑起来啊，奔跑吧，兄弟！好，哇，这个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些什么宝贝。不过来这个村庄之前呢，这个僵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，哇，好多僵尸啊！哎，为什么我没看到一只僵尸？好恐怖！哇，这么多的吃的，我又来首歌了。小凡，你要吃的就跟我说。没子弹了，环保，救命啊！没子弹了。那没事，拿手跟他们撸。去死吧！天哪，我好像得到了一个缓慢效果，挖掘疲劳。哦，对，挖掘疲劳。哦，我看你一那是勇士的食物吧？我只有一个空的可乐。天哪，我身上有个勇士的食物，我还没吃呢。啊，食物啊，好，那我这边先看一下这个房子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宝贝之类的东西啊？看看这个房子里，啊，这个房子里会有一些什么？花木，咱们视频录了是12分钟吗？为什么我感觉，好像有点……为什么感觉我们好像过了已经30分钟了？哇，橘子汽水、罐装豆子，还有格洛克17，又得到了一把手枪，又有吃的，我先去收工。嘿嘿嘿，我之前应该没有……我能肯定了，反正这个村庄绝对是被你熊过的。我怎么会熊人家的村庄？再看一下这个里绝面。对是被你熊过的。那我不一定啊，这水都流出来了，绝对是被你熊过的，不用看。可能是僵尸干的呢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会干出那种事情？只有你有这特性好吗？把熊人村庄，把人木头拆完的。我哪有这么坏？真是的。嘿，我要去这个城堡里很赶了。这个城堡里面有什么宝贝？这个城堡里哇，只有一把弯刀，可恶啊！弯刀没有什么哇，用啊。在后面要吓死我，在这个还以为满是是僵尸呢。这个满是丧尸的世界里面，枪有什么用？哇，又开始渴了，天哪，都。不过刚才我刚翻到一瓶橘子汽水，救命啊！柠檬汽水，哎，柠檬汽水，这是柠檬汽水，不是橘子汽水。反正不管是什么水，这样只要是喝的那就行。嗯，这里面的话有一个绷带啊，绷带没什么卵用啊。这个船的话呢也没什么卵用啊，所以说这个村庄的话也没有收获到什么宝贝啊。那我可以继续找一下，前面还有一个村庄啊，不知道前面村庄里面有没有些什么好玩的东西啊？哇，啊，我身上好多的种子啊！我操，种子，种子，种子。几百个种子，种子，我懂了，种子迅雷，分享一个买兄弟，把你那30个 G 的种子交出来，一滚犊子！我没有，我哪有这么多啊？天哪，哪有30个 G 啊？只是50个 G 而已嘛，真是的。不是你的百度云不是200个 T 吗？真的我对对对对，别，我百度云上面什么都没有，是纯洁的，是干净的，是不容染指的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瞎污蔑我啊！不过这个百度云喵的那么多啊，天哪，这个村庄里有好多东西啊！后面我跟你说，你身为一个老司机，你要再开车的话，我跟你说，我要把你踢出我们的司机行列了。我跟你讲，作为一个司机，不要随时随地的开车，更不要随时随地的开别人的车。你老开我的车，我跟你说会要吃屎了，知道吗？咱们不能教坏小朋友，对吧？咱们出视频是谁老是先开车的？我都被你给玷污的好吗？好多僵尸啊，好多丧尸！我的 hell， 我的天，摔死了，摔死了！话题。转移话题，我什么时候转移话题了？哼，哎呦我天，我快蹦起来！哎，等我这边过来，我赏你个毒马铃薯吃。我的天，好恐怖！来呀，搞事情！花木，你现在离我是有108000里，除非你用闪电侠的速度，可能会追得上我。哦，天哪，你在家里？那你现在离我，我现在离你家里大概得有好几公里啊，不对，好几公里，10公里得有了，你信吗？因为我这个奔跑速度非常的快，像电动车一样快，真的是，我现在离你大概得有10公里了。有这么远了？好，现在我已经跑不动了。不过这边遇到了一只鸡，大家都知道鸡是一个很好的东西。哇，好几只鸡！因为鸡的羽毛我可以做短跑运动员食品，也就是说现在我又有机会做那种跑得快的这个用的东西了啊。那我多收集点羽毛啊。不过这周围的鸡已经被我杀完了。那这里是什么东西？这里是一只残体僵尸，我还以为是一只鸡呢啊！搞了半天还以为是鸡。哇，丧尸又过来了，看来他们并不准备放过我。那这两个甘蔗，老子也不要了。看来你们一直执迷不悟的追着我，那么不好意思，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我要跑得更快，跑得更快，跑得更快！哎，别追，别追，兄弟，我已经失去了移动速度，天哪！死吧，好可怕！跑！
没有了移动速度真的好不爽啊，好想拥有闪电侠的速度跑得快的飞起，真的是可惜现在我没有速度了。哎呀我的天，我开始渴了，我靠救命啊，幸亏我还有一个柠檬汽水啊。天哪，喝水真的好痛苦啊，没有水了之后真的是活下去都很艰难。不过我现在可以回下家了，幻梦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收获之类的？哇，我有一堆的吃的，你再也不用怕饿死了，再也不用怕饿死了，偷东西可以，里面什么都没有，混蛋，我当然放睡袋里了，真的是。哇，饼干万事，我的一组饼干饼干偷了就跑，哎，真是的。哇，小妹妹的饼干，哇，这个饼干好吃，甜甜的幻梦做了好多饼干留着给我吃，真疼我。哇，还有马铃薯，哇，马铃薯、哦、我的马铃薯我刚烧好了，好吃的骚气，这个真的骚，天哪啊。不过今天的话我们这个收获也是不小的，我这边得到了好几把手枪。那既然幻梦给我留了吃的，那我这边呢也不能太做人小气，我可以给幻梦一把手枪，哎，甚至两把手枪。那毕竟我这边身上还有两把手枪，那我就给幻梦两把不同的手枪好了。幻梦你有两把手枪了，来，一把格洛克17，还有一把哎 USP， 现在有枪了，感觉如何？三把枪了，哇骚气。我也有很多枪，我有马卡洛夫加格洛克17，骚的一批。我有马卡洛夫、格洛克17、USP， 哇塞！你有三把枪，比我的还多，都是满子弹的。勒狗，你打僵尸的时候对着他的头打一枪就能秒杀，爆头伤害直接。我对着你的头试试。你走开，不能打我兄弟，打我会中僵尸毒的，你太可怕了。不过这个周围真的来丧尸的话，那么不好意思，我只能教他做人了。我们俩拿枪啊，我们俩站在一起撸僵尸啊！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在末日里面有两个搭配比较好。哎，我的天哪，不小心把手枪。枪走火了，走火了！不是，我还以为你要揍我呢，真的是走火了。不小心按照右键，吧唧一下走火了。好，那今天这期视频呢，也差不多就到这个地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视频，可以点个订阅，点个关注啊。那然后今天这期视频也就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大家喜欢视频的话，我好像已经说了一遍是吧？这个脑子真的不好使。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，拜拜。